主料偏口鱼六条，辅料干辣椒三个，花椒十个，八角两个，盐二克，料酒五克，姜片二克，葱段二克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偏口鱼洗干净，撕去鱼皮，用盐和料酒烧腌制，热锅热油煸香辣椒、葱段、姜片，加入偏口鱼，慢火煎制，加入适量盐和水炖煮15分钟，至汤白肉熟即可。成品。烹饪技巧：鱼下锅前用料酒盐腌制去除腥味。二，鲜活的鱼加入水炖煮出来的汤才奶白好喝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